在这工作3年期间，我也是亲眼目睹，也深刻体会到了我们航天人就是其实是一群将我们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利益紧密相连起来的群体。其实选择航天就意味着选择了责任和使命，也意味着筑牢我们民族精神和我们的家族情怀。我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我们的香港青年加入我们中国航天的事业，我们可以一起仰望星空，逐梦问天，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和人类对宇宙、对未知的敬畏与好奇之心，然后参与到我们国家的航天的重大科研任务当中来，也能够紧密地融入我们的国家大局，为我们祖国和人类的进步添砖加瓦。